OK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，喜欢这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开箱分享测试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wan, and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全部都是。OK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看看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群众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分享测试影片呢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呢。那当然喜欢这个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个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个 M 啊，这个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按赞订阅。Jesus Christ！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赞订阅，不要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影片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赞订阅，不要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边按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个片按一个赞，对我们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测试分享影片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个片按一个赞，对我们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测试分享的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呢、啊。在新闻这边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呢、啊。在新闻这边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片，按个赞，对我们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这个赞，这个滴溜滴啦啦啦啦啦啦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。如果是那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些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边按个赞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啦、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一片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Sony FX30 的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啊。那当然喜欢这一片，按个赞，订阅我们，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摄影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w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